我记得啊，我气色不好的时候啊，或是比较胖的时候，我都不喜欢照镜子。你会不会也是这样？当你觉得不是很完美的时候，你就是很不喜欢照镜子。现在就越来越喜欢照镜子，因为照镜子可以让我看到了自己，然后把自己弄得美美的。阿姨，你看，我都是 QQ 的，还有瘦瘦的哦，丁秀君，还有就是漂漂亮亮、开开心心的，所以我们来喝营养品吧，变得开心又幸福，好吗？